TWICE 的 MINA 多贤和才艺展现出美丽的外貌，在5月3日的下午，在首尔 IFC 欧文中心举行的 DeFester VIP 举行活动。TWICE 成员 MINA 多贤和才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，观看了电影还有摄影展，在画报还有签名墙上还留了认证照片。另外 DeFester 是今年 DISPATCH 创刊10周年的活动。